上之事，所以说选择后呢回到了自己有的土地上，令得无穷的感慨。我希望这一次返回祖国之后，全国上下一致发政扶人，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人民安乐，风调雨顺，一切的灾难呢，都没有。那么虽然如此，还希望国家元首和老百姓共同的努力在国家治理这个摇天顺利有这个贞观之治。那么这样子大家就应该各尽各的举财，元首尽元首的举财，老百姓尽老百姓的举财，互相呢让也不争，互相呢尊重，不要让这个国家有一些财产的损失、人命的损失这是我所希望的。那么还有希望每一年呢做一次治国洗灾的观音大悲法会，以观音菩萨的不可思议大悲神力来保国为民，可是我们老百姓和国家也要付出一份呢真心的代价。这真心是什么呢？希望在这个法会的期间呢在全国要能赚百家，能赚这个酒，能赚这个一切一切不合法的行为，这是要紧的。因为大家都能发一句乐意才可以分上帝，咱们人人呢都和上帝是通了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和上帝这个道路忘了，所以说过口过的路哪不知道啊比天地还有什么值得那么就有这个麻烦制造出来。希望这国家一切的人民无论哪一个阶层都不要示威，不要用这个暴力的行动来这个自杀，互相残杀，互相那么争斗，这是一种大错特错的。我们应该共同相安无事，那么做这个一个一样的这个好果民以暴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的利益，这都是不决定的，都是不能啊你多人的钱人家也要多你的钱，你杀人人家杀你，你打人人家打你，这个因果律是你要是公众人人也是公众你，才能听人的人还认识爱人的人还爱你，你杀人的人还杀死你打人的人人家打你。所以呢这就是越是因越是果
你这个山里你就接山里这个月里你接月里这个结果不是生下交的，所以各各位呢都要扶持这个护国旗杆，这个江人大悲法会啊，这种大悲心呢的责任，对吧？这个悲悲就能打苦，观音菩萨打出我们的苦，福呢就能娱乐，咱们娱乐打苦，这是菩萨的行为。而每一个人也都要学啊，观音菩萨这样的慈悲，这样的施舍，这样的帮助其他的人。所以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大家乐就要帮助其他的人。你不帮助其他的人，是想自己得到利益，那不是乐，那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的乐。那是没有侥幸，没有得到的，你不解乐，也就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来之不善，去之不易。来的容易，去的容易，很容易的。所以各位啊，这一点要知道，作为这个人呢，在哪一个阶层里是能工分担是读书的人呢，就好好读书；挣钱的人也好好挣钱，你把你的钱呢挣得多收一点。工是做工的人呢，要尽自己的责任，不是给人家做工。这做工啊，就是要尽自己的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一种责任。不要偷工减料，不要马马虎虎的。商是做生意的，做生意也要讲本图利，不要这个投机取巧，所谓恐小如欺你那个货真价实不要弄一些假货骗其他的人。你骗人呢，这个人也骗你。做官的是要为老百姓来做公仆，是解决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各按其职，各从各的岗位，不要错位。所以是富贵，什么是富贵？是贫贱，什么是贫贱？是夷狄，什么是夷狄？是患难，什么是患难？那在哪一个岗位上，就要尽自己责任，那才是做人的本分啊。各位善居士，各位阿知士，各位不善不恶的知士，什么叫善居士？善居士就是通达佛的无上甚深微妙法，能以把无上甚深微妙法继承起来，传给一切众生，令佛教发扬光大，好像这开朗，就是做这个工作，所以开朗是一个大善之事。我到这儿来呀，跟他学了很多。我这个人因为很固执，他就叫我不要固执。我这个人不愿应酬的，他就叫我应酬。我这个
因为性情很刚强，哎，那么突然间呢，叫我没有指招，没有啊，这种的，随缘呢，还好像，不容易。今年是头一次到台南，这个宝地，这个台南呢，是不是莲花台的南边呢？离莲花台呀，它也不太远。那么，咱们人人呢，接近莲花台，就不要错过机会。莲花台有九品，有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这是极乐世界九品莲花是我们的父母的。咱们现在既然接近这个莲花台了，咱们就要大家一心念佛，一心呢来给念他们弥陀佛。这个一句弥陀妙法王，不是拔教进寒藏，行人但能专持诵，定入寂光不动常。这个念佛法门是三根不配，立顿兼收，三根就是有智慧的和没有不智慧的，和又有智慧又不圆满，也就是方才说这个善知识和这个恶知识，不善不恶的知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他叫我们以他为戒，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知识。善知识我们要照他学习，那么不善不恶的知识我们要向他看齐，要向他这个一样，然后我们再读那个不善不恶，要往善的方面去走。这也就是一个持戒的知识，持戒的知识就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也就是时时刻刻都要止恶防非。咱们呢，时时刻刻止恶防非，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咱们这就是一个佛教我的真弟子，能也。宅善而从，无善而改，是道宅进，非道宅退。能宅善而从，无善而改，这就是要具有宅法眼。宅法眼就是明辨是非，能以知音达果。那么这一个就是善恶的加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恶都要它去，善要它纯善而无恶。那么刚才各位听我说这个恶知识，以为这是恶知识是不好的。恶知识是我们的真正帮助我们的人啊。那个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从他棒任他飞，拔火烧天徒自赔，
相啊，去反面来度我们，啊，你要能认识这个反面的是知识，咱们就啊，与道它要不太远了，与佛法也很近了，啊，一般人都是不能在反面上找好处，不能啊，在这个恶知识啊的面前呢，能感谢，啊，所以呀，啊，就变成了互相格格不相入了。你他虽然是恶知识来反面度你，你能在反面明白他啊，一切是考验，看我怎么办？对景绕不实，须再从头练。这是啊，我说的这么几句白话，也由这几句白话上啊，无论善知识、恶知识，都是考验的功夫的。你的功夫要够了，善也不会摇动你的这个定力，恶也不会啊摇动你的定力。你呀，时时都如如不动。能以啊把这个善恶的知识融会贯通，这样的呢，你对于佛法渐渐的就会入到佳境去了。咱们所以不能深入佛经藏智慧入海，就因为啊，听见好的话就高兴，听见不好的话就烦恼，这个境界打不破是对佛法谈不到认识。咱们真正要明白佛法，不要说他诽谤，从他谤，任他非，他说对，把火烧天徒自黑，这个就像啊，他拿了一把火想要把天烧了，他烧来烧去烧不到天，自己就疲倦了。我们恰似饮甘露，我听见呢，他这个恶言呢，对我的无理相加，我要这个像饮甘露，甘露那么样的清凉，那么样的香甜，那么样的滋润我的自性。要有这样的看法，你就不会呀，生烦恼，也不会呀，对这个恶知识啊，不高兴的。所以嘛，就要把它整明白了。我们恰似饮甘露，我听见这个恶言呢，我就像得到甘露一样，消庸顿悟，不思议。我能这样的把它明白了，又能反过来找它的好处，这种呢就消庸啊都化了，一切的烦恼无明都化为无影了。这个说法呀，我不会说，我会说什么呢？我会骂人，所以今天又说堕胎不对，又说大家乐不对，又说买股票不对，又说发财不对，又说受穷也不对，你说什么对？没有一个对的，让我来说你们都对，我不对，我讲这个净讲人家不对，自己怎么会对呢？是不是啊？应该要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人，治人不知反其智，理人不达反其境，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
到我的谁呢？天主啊，天主他知道我说这话是为什么啊？恐怕天主也不愿意我说，说你真是啊，哎，你太愚痴了，净说人家不愿意听的话，这有什么意思啊？那个天主说，你们都是好孩子啊，啊，对，爱天主，爱一切的人，一切的人啊也爱天主，说是啊，祷告天主说，主啊，主啊，你在我的心里，我在你的怀里，啊，这叫干什么呢？啊？嗯，这是啊，就耍无赖，依赖天主。俺们人应该呀，自己站立起来。俺们有父亲母亲，可是俺们不应该就依赖父亲母亲呢、啊，给俺们打江山。俺们自己也要啊，去努力去。去啊，好好啊，知道怎么样做人啊。我说来说去啊，我也不知道谁不高兴。那么现在我要啊，请这个不高兴我说所说的话的人出来来谈一谈。你们谁不满意我说的话，就请上来谈一谈，面对面呢，来说一说，我在万佛城啊，我们开这个宗教联席会议，我提倡这是，我说啊，要想世界好，国家好，人民好。最好怎么样呢？最好这政府的官员尽义务啊，不拿钱啊，给大家来做公仆。哎、啊，也就是不贪污，不受贿啊。哪一个国家他这个做官的贪污受贿？那个国家不会存在的，啊，一定会呀、啊，不会久的。你们看着，这个你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哪个国家政府是大公无私、治政不偏的，啊，那个领导的人聪明有智慧，这一定这国家治理的好，啊，老百姓啊。都受他的恩宅。嗯，俺们希望俺们中国在21世纪啊，做世间治国的这个各国的元首啊，做他们的一个模范。咱们中国人啊，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这八德，这八德就是啊，做人的根本啊。咱们不要啊，把这八德忘了，这个我们国家一定强盛，这就是真正护国，真正喜灾。咱们本照道德、仁义道德去做人去。把我们人格做好了啊，俺们不欺骗人，人也没有人欺骗俺们啊，就是还是方才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加到旁人。所以我们大家应该觉醒，好好把我们的国家
治理好了它，在21世纪，俺们中国，是中国的，这个走运的时候啊，国运昌隆了，人人呢，都有福了。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三念。三念是什么？就是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同登彼岸。这是三念。五官呢，就是一济公多少，量彼来处；二存喜德恒，全缺盈功；三防心离过，贪等为总；四正视良药，微妙行出；五微成道也，应受此时。那么这是出家人呢，吃饭的时候所观想的，所要不忘记的三念五观的方法。因为时间很短促，我不详细来解释它。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因为那个能人呢，铲地的时候，在那边锄这个草的时候，日当午，那个太阳啊正在中午的时候，能人那个汗呢滴到那个五谷的下边那个土上边，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哪一个人你吃饭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啊，这个碗里头这个饭，盘子里这个菜呀，粒粒皆辛苦啊，条条菜呀，都是农夫的血汗来做成的，来呀培养成的。俺们吃的时候，如果不修道啊，这是因果不晓的。所谓丝竹一粒米，重入须弥山，吃了不修道，披毛戴脚还，不是那么容易就把这个债呀就还了的。所以这一点俺们人人呢都要切记切记，不要忽略了，不要吃了饭，吃了斋饭斋菜不修道啊，不要啊吃了斋菜斋饭斋菜那个地方胡闹啊，
不要吃了斋菜斋饭再没再吃完了就睡觉啊，这是不可以的。俺们智您这个一着错输了满盘棋呀、啊、俺们就因为处处不检点自己，所以呀、啊、修道修不成功啊，这是啊俺们每一个人啊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咱们还有等一等接灾之后啊，无论哪一位来念观音菩萨的时候，请不要啊再见着我了，见着这个小蚂蚁了就要向小蚂蚁来打我几句啊，我自己比自己是个小蚂蚁，其实我真是个小蚂蚁，在无量劫以前呢做了不知多少百千万亿年的小蚂蚁，然后又做小蚊虫啊，那么你们见到这个小蚂蚁小蚊虫打蚊子心，你们见到佛见到菩萨反而啊不注意了，这是啊舍本逐末。还有就变呢，我不是小蚂蚁不是小蚊虫，我呀回来你们在你们心目中啊是个出家人，回来是个菩萨，回来是个佛，你在念观音菩萨的时候也不可以呀 不专心专心一致在那念观音菩萨，你呀又去了东看西看东找西找的，这就证明你对观音菩萨没有信心，没有真正啊明白观世音菩萨那个重要性。其实你念观音菩萨那比给我叩头啊还要功德大，你不要见着我了就把观音菩萨不念了而打问心，你打问心这正是啊你不认识佛法啊。昨天我为什么可以说你是个外道，你是个旁门左道，不明白佛教的真正意义啊，你根本呢在佛教里竟成了一种贪心啊，你一生贪心呐、啊，那佛菩萨都知道的，知道你这有贪念来呀、啊，啊，见异思迁，啊，被境界所转，啊，说你这个念观音菩萨，口念观音心散乱，喉咙喊破也突然呐、啊，那么。我昨天呢为什么坐到那个下边那个台上的呢，我就避免你们就看见我的面呢就来打问心，你们后边的人还回头来打问心，这真是啊令我没有法子教化你们了。你们台湾的善知识啊到处皆是啊，那么教化你们我不相信他们这样教化你们啊，可是你们竟然不听教化，竟然呢见着我这个原来的和尚会念经于是乎嘛就把他这个各位善知识教化你们的这个佛法呀就都忘了啊，真是啊哎，这一点呢各位小佛法的人要注意，以后无论走到啊念佛绕佛的时候见着啊那无论哪个大的高僧来了，不需要我舍了我念佛而对他打问心回来顶礼，这样呢叫扰乱秩序，
你那一打问些，后边那个人就不能往前走了啊，后边那个问不能往前走，那就像那个流水似的在那堵住了啊，不能流通了，不能流通就不能通达无碍，把这个次序就打乱了。所以啊，俺们佛教徒做一切一切的事情啊，当然呢要强功夺我，可是不能啊紊乱秩序，按照秩序，按照这个次第啊来这个拜佛呀，供养啊，消息佛法呀，不能啊略等而进啊。那么你要略等而进呢、啊，不但没有功德，而且还呀、错了因果。说你这个法师啊，我们给你打问一些，你骂我们，真是不识恭敬。我没有叫你恭敬我啊，我不识恭敬，那你就不要恭敬我吗？为什么见着我要打问心啊？说那我不知道你这么你这么不讲道理啊，那你现在知道了，那就不要一错再错了。我所说的话啊，不管对不对，那么你有智慧，你是知道的。